我覺得大灣區個政策都幾好，因為我係從嗰邊翻嚟嘅。但係即係我設計方面講，我覺得大灣區深圳啊、廣州嘅職位係比香港多好多嘅，而且大灣區都發展得幾好，即係各方面都比較方便咯，即係都唔會話輸卡香港咁，所以都係值得去試一下。如果有更加有多人入職大灣區嘅工作，咁樣咧就。嗰、那個經濟狀況咧，即係有利嘅，都好希望一啲青少年啊，或者有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啦，上去即係做嘢咯。心儀珠海嘅近香港啦，同埋當日嘅珠海嘅樓價平啊，廣東省都億幾人啦，中國14億人啊，那個機會梗係大啦，發展機會係好大啦，無論係。你打工又好啊，或者係做啊小生意好啊，那個商機啊，我覺得係無可估計，太大啦、這個市場。